讲阮囝是清白的，伊用冤枉的。你无做，你迄时阵就应该甲警察讲清楚啊。啊你嘞？你敢相信我？来者，阮囝无大人，你个半死人，妹妹无你教。你安尼一下手落去一个家庭呢？甲一条一条的死因是送来你这里签名，稳准才执行的呢？我上大唔对，就是叫阮囝乖乖，你莫讲啥话。你是不是应该确定讲这案件有经过合法的调查、司法公平、正义的审判？这才是你这么唔一个人要签名呢？阮囝咪迄种案，伊无杀人。你的体质不是靠正义就当稳准。笨死部长啦，笨死啦！司法是社会基本，咱绝对袂当。干！妈，我看到啊！你看到我就黑哦。你且讲是我第一次玩哦。不要！哎呦，那你家领导啦！这是哦，你的小范围，考感情啦。啊，这哦，平哥，你的学长啦。学长，这我的资料，我真正就是要这个工课，拜托学长。欢迎你来到平哥律师事务所，以后这有你的 case， 来，就交给你了。两千。我认为真正的关键点是，我管干那跟其他两个人靠近就判伊死刑，这违反无罪推定的精神。你律师也是我律师啊。哦，你是讲对无骗的个哦？差无啦，世间两个无啦，放假赛一堆啦。咋啦咯？就可以。就。You are。Fired！ 我嘛是有底痕，伊对查甫囡仔轻视，我看较真多。你莫查伊，就毋是轻视啊。所以你是讲爱我家己会当做事？放屁！袂歹。大娇啊，大娇啊，到位啊！靠呀，是不是够惊死啊？连靠腰拢交出来，真正惊掉。我这是你上尾的机会，当证明讲哦，你比考无偏高，搁较有才调。暑假会欢迎你。薪水拢讲好啊，当初你要加入暑假会的事，咱就讲好啊。你要做伊无律师，司法改革拢好，就是袂当互家己枵死。也袂当予员工的生活袂得过。你当作解救佣兵的，就在做 hero 哟。你个哩航班，无表示大家拢同款。这佣兵着的死刑已经定掉，无可能阁变盘。还靠阮家人希望好无？已经够。啊，佣兵在这个案件内底是甚物角色啊？伊讲，伊甚物拢无做。你为什么要我？为什么要我？尤明，你这个自头到尾，从调查、起诉、甲审判，规个过程拢是阮，啊，你煞当作无看到？你这话是安怎？律师的誓言拢行了了？那是大家讲你有罪，你敢真正有罪？你的意思是讲，因的证书可能小人行出来？我干！我想你死，你就该死。卖甲恁害惨啦！被告的律师利用这个案件，想要来操控废除死刑的议题，一切拢是贪啊！遐法官甲司法，我对明哲这么无公平，无罪推定，无罪推定，猪头在下去对啊！这简单的完整呢？朴新日报记者洪金武，歹势啦，吴太太今嘛无想要接受采访。啊！姚明的案件不是新闻啊，我若无报，以后更加无人会报啦。哦，哎，给你靠我。好，李律师，
我的代志，拜托您，我无代人，这个人在等咱，等咱替伊洗清伊的冤屈，证明伊的清白。因厝内的人来等伊，咱绝对不当失望，明仔再爬起来，阁继续行，好无？你自头到尾认为我当时有罪哦？你有罪推定，这根本是一场无公平的审判。使到安尼啊？你是要还开单啊？咱的司法敢若剩开罚单的功力尔。那安尼，这个制度问题敢毋是真大？有问题，毋是制度，是人。真悲哀，不过嘛是事实啊。大部分的正义哦，拢是单纯。定海代志，伫外口装就走了，装死装死，你踮遐一忍忍忍，你嘛较振作个好无？我逐工暗时啊，我三六外午，我就伫遐等，我爱等超过十点，我才知影明仔载讲计划一工啊。啊，老弟，难怪西街拢卖了了，付我遐个律师，嘛无讲甲救倒转来，钱拢无啊多啊，即摆变钱讲啊卖讲。当年所有的政绩一定因为风台淹水淹了了去啊！好笑，好笑啦！阿公讲伊，相信你是无错的。你讲咱袂输，叫你还坚持落去。大概我咧写判决书的时阵，我拢咧想，这个被告敢真正是无辜的。路比千斤大，大法官是共款。林权律师，林权律师啦，你甲我拢共款，咱即马上出来对手就是时间，咱无遮济时间呢。你卖话，煞愈来愈袂当说服当初的家己。因为相信司法，敢真正会当得到公平审判？你爱怎样？有一挂干事，不是咱会上好。我敢希望法官会当凭良心，听我一个公道。我真正无错。啊，阮是败类啊！阮一家伙出一个歹人，因也无歹啦，有正气，卖掺小论，人都无声。你会当反对我的立场，我请你尊重我讲话的权利。我即卖的身份甲即卖的地位，若去讲，讲我迄拢总是假的，有人要信无？阿厝内，总也是爱有人趁钱。你着欠人的时阵，才毋免看人的头面。咱民间俗话，改革的声渐渐加头，徛伫法官的立场，你有啥物看法？这佣兵钓的死刑已经定掉，无可能阁变卖。